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来跟大家看一下那个公告，我们进一下论坛哦。那论坛这边呢，有一些叫做是第二弹，那这边有一个七骑士合作的币值大公开，那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它的币值，好不好？这个可以当桌面，也可以当手机的桌面哦，手机版跟电脑版都有，然后。电脑版应该在下面吧 ，PC 版在这里，哇，不错了哈。那图标，图标也有。好的，那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那再来就是第二本开发者手册。那开发者手册呢？这个 CMO Star， 好不好？开发室透过开发者手册跟大家问好。那首先要传达的消息就是战斗卡合成即将有重大的变化哦。现在的战斗卡合成只用三星跟四星做材料，那有许多挑战者表示的遗憾，因为在下次更新的时候，我们将五星阶级的卡片应用在合成中，所以合成呢之后就有三四五星啊哦都可以用合成。哦，就不会有五星没办法拿来当肥料的那种遗憾的那个状况喽。那可获得只有透过合成才能获得的六星，那只有透过合成才能获得六星的阵容将持续扩大。哦，不，之前用五星，之前用四星的可以合成到六星的，那也蛮吃惊的哦，赚到了。那之后呢，五星也会加入，五星的卡片也会加入那个。合成啊，所以透过合成能获得六星的卡片呢，会大幅度的扩大增加。另外还有一点关于许多挑战者要求的扩大觉醒经验值胶囊获取的方式，我们正在讨论，开发室也在挑战者们的意见产生共鸣，正在准备与其他内容中获得觉醒经验值胶囊。如果您因缺乏经验值胶囊而感到成长困难，那么期待下一次更新吧。那第二本开发者手册如何呢？为了能介绍挑战者们想要的改善事项，开发室今后也会用心准备。好的，那哦，这个还蛮事实的哈。天气冷，疫情又严重了哈，要注意大家身体呀。不错了哦，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疑问哦。这个就是开发者手册，好不好？开发者手册。那这个是我之前发过的影片，然后这个 Game Labs 的那个通知，然后输这个序号，哦，就可以拿到300的红宝石，300红宝石，好不好？那这个第一弹大家来找船呢，活动就是。不同有六个地方，好不好？六个地方，那这些都是得奖的名单哦，所以有领到的大家就赶快就可以使用战斗卡10点召唤券，好不好？好的，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这个是几号来的？10月4号。那这个就是10月4号的一些那个论坛通知的哈，好不好？论坛通知，那请大家再去看看哦，好不好？那参考一下之后的那个开发者手册里面的五星加入合成，然后就期待下次的更新，五星就可以加入合成哦。所以现在你打到五星的先不要丢掉哦，下次期待下次更新啦。那当然五星的我都把它属性卡的话，都把它拿来换减 CD 的卡片了，所以我减 CD 的卡片应该有20张了吧。那当然是可以运用了哦。好了，那以上就是论坛的公告哈，跟大家说明分享一下了哈。那有空的话可以进来看看参考一下喽。好，那以那现在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大家拜拜。